原标题：刘备在中原奋斗十余年，为何一事无成？吕布部将一语中的《灿烂海滩》原创作品，严禁转载今天的三国成语故事，鉴于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六回发生在刘备委身吕布期间，相关人物分别为刘备、张飞和吕布。原文如下：宋宪、魏续志告布曰，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东买马，买得好马300余匹，回至沛县界首，被强寇劫去一半。打听的是刘备之弟张飞诈装出贼抢劫马。